tissue.嗯，连肠子都不吃了。他一个狗母亲照顾他的孩子，多好的故事。这我也挺喜欢那个前山那个，我那妈母狗先养着呗。不要母狗肯定就不要，这留最后只留个公狗就完了，就留只公的，留一个好的。两个我的一个大妞就完了，他给做做，不给做拉倒，那省得整了。有事就大妞下去得了。那个对对。招惹一个下就得了，人弄一窝子吓我。这个咱这麻烦了。招惹一个一天两窝子，这个那个也都咬牙撑着。告诉老白，我告诉你大哥，不能吃，我要吃猫就吃了。
Ha ha ha!